这牙签都啊哎，浩然姐脾气很好哎，傻眼哎，你要分吗？要不？吃蜡烛，吃蜡烛，吃蜡烛。你这样子，我跟你19年的婚姻要怎么继续？我为这一餐准备了3个钟头，你回来却是这样子。我很努力的在拉回当初你追我的那种感觉。老婆，我变到手就好了。而且这是蜡烛，不是让你插秧，你不要一根一根的这样子。这不是插秧练习计划？不是。掌声鼓励。很难的，你知道。是不是真的？哎，你觉得仲平哥有跟你这样喝过下午茶吗？我老公不会像他这样。我老公一进门，如果看到这样，他就说哇，怎么那么棒，那么漂亮，然后他就会坐下来。对，他不会这样。所以是有浪漫到就对了。有浪漫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花小小的钱，多加一点东西，真的可以增加。真的花小小的钱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有意义的，对不对？讲 OK 了 ，OK。坦白讲，任何男人回来看到这样子，不会像你那么粗鲁。不会啊，我刚夸张。没剪照，婚姻到16年过后已经没 feel 哦，没逼啊，必须有时候会有一点，又不能换人，就是每次吃饭都是同一张脸啊，你就只能靠一些别的外在的，对呀，不能换老公。菜也不会做别的，只好换餐具。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雨妮，你要介绍什么样梦幻的东西？我的梦幻的东西就是你有了它之后呢，所有的帅欧巴都会在后面追你。什么？是说这台脚踏车这么厉害吗？追着你跑。是怎么样？是兔子？没有，因为我从以前看《浪漫满屋》的时候，宋慧乔不是没事就一直骑着脚踏车，然后就觉得年轻的妹妹一定要骑脚踏车。然后后来我的公主，然后公主不是又回大学去念书，她也是每天骑着脚踏车，大家就会在后面说：“公主，公主，你慢一点，公主，你慢一点。”对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也要有一台脚踏车，然后大家在后面说：“公主，你慢一点。”你这台有骑出去过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挑，因为我看那个轮子很轻，因为就是我觉得我想要那种哇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我穿裙子我也可以骑，因为公主就是要穿裙子骑脚踏车，然后这里就是穿裙子也可以摔倒，没有，它这里就是为了穿裙子可以骑。因为一般脚踏车的话，这边会有一根这个杆子，这边裙子会卡到。这是给公主骑的，是要穿公主裙，然后呢？对，而且因为它的链条有加盖。对，所以那个裙子会卷进去。你看，它还有那个那种复古的那种绑带式，然后它的手把和都是白色，我就觉得好漂亮。嗯。然后你可以放一些手机什么零钱啊在里面。就是如果脚踏车坏了，这些工具可以就是简单的维修。然后可是因为买来之后发现它的轮子是白色，我就舍不得。舍不得钱。舍不得。然后你知道它这都是白色真皮，如果你出去手脏了，你再摸它会变黑色。所以它一直在哪里骑？家里的客厅。我常常就是把它放在房间，客厅很大哈，这是一种炫富的行为。也没有了，它不能骑，我只是把它从房间推到客厅，然后就跨坐在客厅的钢琴旁边，然后儿子在弹钢琴，我就坐在脚踏车上，我就在幻想说，有一天我也可以骑着风和日丽的日子啊，我就骑，然后我的裙子一直飘，一直飘，放在家里幻想用的，这完全是这是幻想道具用。因为我就想说推出去它就变黑色，这也蛮好看的。对啊，也是一种装饰啊。有的家里就会那种古老啊，有没有？可你都没有提到阿健老师哎。这个价钱可以透露吗？2万多，将近3万，这看起来就不便宜啊。不骑的脚踏车要2万多，哇，还有变速器耶。我是想要骑啦，我的梦想生活就是走健康乐活，然后骑脚踏车，卖我卖我，被瑜伽垫。对啊，这脚踏车其实是蛮可爱的造型，对啊，好浪费哦。那你要不要现场骑一下，感觉上那种公主的感觉？那个风要吹起来哦，梦想成真。你要几段？一段就可以了。一段，对，第一段是比较慢。好，好热，好热啊！你根本不会骑脚踏车。我常常骑啊。你玩过？哎！你到底会不会骑啊？好危险哦！你不要撞到欧巴就好了。欧巴，赶快闪你吧！好狼狈，一定要用安全帽。欧巴追他！不会骑车。
小心，你小心，往那边哦。来来来，我头发其实蛮容易就追上你的，对，因为你鞋太慢了。我怕会一闪会被撞到。两万多，嗯，快三万。我总有一天会骑出去，真的红白好漂亮。这个呢？这个就是让你重回大自然，然后享受那种英国那种户外草地那种阳光明媚大自然的新鲜空气。哦 ，barbecue 是空气心境，不是，够无情的，是空无心境，讲成这样。对，还有空气净化器，对，还有什么空气机器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英国有 croquet。皇室品牌的空净清净机，不是？对对，几世纪？皇大概18、19世纪，文艺复兴时期。当时有空净清净机吗？应该不是。来，它是一个方形的东西，猜猜看是什么？牛津字典吗？百科全书。哎呀，因为很方，做鱼排的烤肉的那个。barbecue 叫 barbecue， 哎 ，barbecue 还不错。barbecue 了，不是肉啦。一、二。三，哇！所以你是怎么样决定用那个装在后面装一个篮子吗？这不是普通的篮子，你要把它面对观众。哦，会怎样？然后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啊 ，surprise！ 哦，野餐组合啊！有没有一瓶酒？超 gay 白的，这个这组超级假掰，超 gay 白。附那个红酒的保温袋，然后如果白酒有冰，你可以放进去。这个我也有，就这个什么垫子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四人份的野餐篮，是 napkin 啊，这是不行 ，napkin 啊，就是那个餐垫啊。对啊，这就是如果你有四个人，你就四个人一人用一张餐巾铺在地上，然后把你的食物放在上面。哦，所以还有一个这个，对。哦，这是他付的吗？啊，这个不是，这是制作单位啊找的，你看又不是我的，这么不够换的东西啊，配不上哦，水源市场借的还是？这个要为难一下詹老师，请你要双脚斜到侧边，很 lady 的坐着。双脚斜到侧边，完蛋了，完蛋，应该不会突出去。对对对 ，OK， 好性感哦。然后拿一个杯子。没有红酒瓶啊，酒瓶嘛，等一下没关系。然后我们帮你垫一个 napkin。OK， 好。然后吃饭的时候，然后还有东西哦，这边还有蓝。大自然有风，快点吹啊！嗯。哦，阳光好刺眼哦。哎呦，去 picnic 台风天的时候，我要帮你准备好吃的东西哦。哎呦，好羡慕。而且真的吃的。雨妮，我要这样做吗？这是你的，你要这样做啊！我的腰圣诞快不行了，叫你跟我来上瑜伽。哇，游戏不错啊！哇，台风来了！台风来了！没有那么大的风啊！怎么好乱？有那么大的风啊？好有水准，你要帮我保护我的野餐篮。下雨了，太风天了，你要帮我保护野餐篮了。太疯了吧！这个你先吃掉了，浪费哦。保护野餐篮，没快骑脚踏车走，不能把我的野餐篮弄坏哦。旁边有红酒杯，快骑脚踏车，骑脚踏车走，快点，快点把脚踏车骑走。不要。煞风景，毁坏他们的梦。可是野餐就会遇到风雨啊。不会，我们会看好气象啊。好啦，这个去捕鱼还比较好一点。不是啦，但这一组其实应该蛮花钱的。